他的特点就是超级重拳，曾用重拳15秒钟之内将对手秒杀掉。他的外号是坦克凯，掌声有请坦克凯闪亮登场。 就是非常的猛烈，那就是黑帮的选手坦克凯。那么对抗红方的选手，他是来自于重庆铁虎泰拳俱乐部的大当家，原重庆大学散打风云争霸65公斤首席代表，首届全市大学生武术比赛冠军。那么同时，他在前不久，也就是半个月前，在广西南宁。 在这个环节的时候，没关系，希望两位选手都能够全力以赴，加油！是的，在这样的搏击赛场上面，只有胜利没有失败。但同样的裁决的规则是死亡的规则，在这一场搏击比赛里面，第一轮将会有2分钟的时间。 10秒钟，那我们一起来倒数，还没开始，来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5、哎，这不算，我不加油，不算，对，好，最后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。
第二个回合也就是死亡回合，这个回合的话，它是非常的更加的好看，更加的刺激。在这个回合仍然是由我们红方选手阿峰对抗黑方选手坦克卡。然后希望线上的朋友拿出六六六，心动的宝宝。 好，那么在这个环节的时候，我们出了一点小的意外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好，现场的朋友，同样的把掌声送给他们，好不好？